好，马上是我们的这个败部负战啊！三位呢，在我们这个分别东南西啊被淘汰，香肠最早的，对，最早第一个被淘汰的，真是的啊！你没看到赵老师淘汰很懊恼，对不对？100分险胜，真的100分险胜。那个台中来加油啊，康宁啊！那你帮他多放来，你开门，对，开门，按按按，开门，石出。 那看三家的牌，大家康明的牌，那边，慧琪，来嘛，单一把，香肠，加油，来可以出菜喽，9万，啊，对，跟大家提醒一下，跟大家提醒一下，这一圈是北风圈，北风有台哦，南风，小鸡，红中。 发财，8条，是一个，哎呀，是个卡张，北风，东风，9饼。 9饼，1万，碰一个，2万，9饼，有一只，小鸡，2条，碰一个，3条。 9条，是一个，手算到，7条，3只小鸡，天哪，好多只哦，再一只，天哪，绝技了，霸王绝技，3条，东风。 五饼，好甜啊！真好，来先吃进来哦，哈。好，9万，南风，8饼，碰一个。 先拿回来，6饼，6条，北风，5饼。 5条。 7万，碰一个，5万，北风，，再一个，哎呦，3饼，杠，杠一个棍棍，9饼，发财，告诉你们，三个人基本上没什么下车权利，只有3把牌，你们就决定输赢了，啊，要算好这个2饼几率。
你下车等于就剩下两把牌，发财，而且牌很多，人家很容易摸。杠一个，杠上自摸。哇，这么厉害！一四名，来大家倒牌。倒下来。嗯，一四名两。上，杠上四花，庄家自摸，啊，所以四台。 好，半部分战的第二把啊，你们两个人要拼字幕，真的，要不要来不及哈？听得好的话就过水，来，佩奇开麦，十，看三家的牌，庄家佩奇，珍珠，香肠，我自摸，康鼎的牌，稳稳的，来，朱差一读，南风。 南风，跟打，白皮，东，发财，杠一个，哎呦，碎一个，小鸡。 东风，六万，发财，九条，二万，红包，碰一个，有黄钻碰起来。 四条，一万，都大声一点啊！一万哈，好，碰一个，被人家摸了一把都没气，先拿回来要碰一万，六万，碰一个，要的，哎，哦，过水碰，七万，刚摸到，没错，七万。 对不起，大字手。八万。八饼。二万。要说来一张就来一张，来吃进来。二条。二条。 干一个，哇！你好吓人呐，好长，吓死了。东风，九饼，三饼，五万，小鸡，小鸡一只。 四条，白皮，六饼，五万。 九条，八饼，花一只，开，发，发财，不是开发，八
8万，9万，9万，9条。小鸡，九万。小鸡，小鸡，不要盖牌。哦，好，对，4条。怎么这牌太漂亮了？因为我看看只有8条，5条一直没有人抓一张。杠什么？杠的打开来到的。三根二饼哦。好，这个是自摸一花，两台的三台。三台。颁布获赞的最后一把，报告你们三个人积分啊。好的，分数最高呢是我们的康林，是7300分。然后慧琴呢，最低1900，香肠5800。哦，你们差5400，啊，你们相差5400，啊，你们俩是差1500。1500而已。啊，康林，你如果放炮的话，啊，或者他胡个他要胡三台，三台1400而已，还不够的。你，哦，你要是放三台给他的话，不是放给他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他已经落后了，你放三台给他还好，你4台。你知道，对，所以基本上，哦，不对，你们俩只差1500，一台，你们来回就1600了。嗯，看你要小心喽。来，香肠先看。15。看三家的牌。好的，三家香肠。哎呦，反败喽！康林的牌。哎呦，佩奇摸一把吧。好，没事，来香肠出菜。美风。碰。哦，很好，一开始就碰起来了啊！碰了就要做牌喽。对啊，好，碰，你一定要4台，凑一色。来，另外一只手先下来。3饼。红中。补花。红中，9饼，来9饼，小鸟，9饼，9万，九万，我们大声一点啊，黄慧琴，还要再大声，好，好，相信你。7饼，甜哦。吃不到。南风。2饼。9万。西风。7万。碰哦，5万。你这个只能往碰碰胡去走了。他就要怎么走了哈？7饼。小鸡。3万。8饼。9万。3万，对。6条。哦，6条看起来哦，来了，还是要先吃进来哈。哦，好，对对，4万，知道你很开心。没有没有，我很紧张。
来，十一个。好。二万。有二万。八饼。四饼。二饼。吃一个，考虑一下。东风炮，哦，真的做起来了。东风做起来了，不会发财。你不能胡啊，你要自摸。嗯，好，慧琴，别人放你都你不能。来皮，不能哎，这样好不好？不能露馅了，不能露馅了，不要这样，四条。我跟你讲，你加一条，他带就。我会怕怕，来吃起来。六万。六万。你现在庄家有一台，所以康林，你只要放大炮，你就输了，因为他有一台。三万，吃一个，三万被取起来了，一万，六饼，还很多哦，花，一万。服了，绝招一柄。绝招，这个台不应该换的。就这样有碰碰舞，不需要，不用啊。你只要你二五条贴那么漂亮，你只要凑一色就四台啦。哎，对，他凑一色哎。对啊。凑一色就四台啦。你二五条这么好自摸的牌，他吃不到四条，他的牌糊不了。你看看。啊，刚刚没有想到哎哈。因为我是摸三条我才想转碰碰舞的，要不要本来你知道你有抽一次，我知道，那你还转？啊，因为摸三条还会有一个碰碰舞啊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想说要不要平平看？不是，你不需要这么多台，你要听得多为主，对不对？好听为主。你的牌二五条，他没有吃到四条，他没有听牌。一下哈，康林你的牌。哦，他那哎呀，你也没有。都只能靠花了。哎呀，对啊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有想法，那边就抓了三张二五了。对啊，三张二五还有五张啊，是啦，对不对？要摸花了，要摸花了，对啊。好吧，那没办法了，恭喜香肠获胜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。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，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。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